我们觉得还不够。其实很多人发票用完就丢掉了，兑完奖你还会留着吗？谁会把兑过奖的发票留着？不可能嘛。好，所以我们希望除了可以用发票之外，我们进一步要求刷卡记录，因为现金可能没办法查，可是刷卡记录都很明确的，你何不把这样的事情能够让社会大众对你有更大的信心呢？所以我们已经责成我们的消保官继续跟王品这边来协商，希望能够争取为我们的民众争取刷卡记录可以退费。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开会的情况，谢谢。那对于